哦，好的，这次的那个竞赛的资讯终于出来了。诶，要看的话就活动竞赛，然后点竞赛资讯。好，这次是叫什么？荣耀勋章赛季。OK，从8月4号到8月31号，叭叭叭，不管。啊，看一下这次的奖品。第一个是10分的。什么歌？那马虎地鸡，这是那个影灵之斧用预言升级，讲升级对吗？反正就用预言进阶啊，升级之后的东西，就多了一条增加火焰伤害。它这个 sample 是62%火焰伤害，OK，哦，40分的这个是叫什么？魔符联盟啊，魔符联盟的一个。传说项链，只有在魔古联盟能打得到的样子，其他卡片能换到啊？没换过。好，下一个100分，这100分有点扯，纯净之类造型，好，没什么好讲，跳过。然后250分这个维多里奥的杰斯，这个好像是突袭联盟的限定传说物品。我就看价钱好像蛮贵的，OK，应该是数量少了，这次比完应该就没那么贵。然后这个400分的是自然组织，一样是魔符联盟的传说项链。OK，然后这个重点来了，800分的福尔的忠诚之斧，就是转球链啊。虽然转球链好像标准好像也没很贵，OK 啊，可以来比比看，800分。好，他说："时间有改过来了。之前去看他还是一点，哇塞，一点、2点，怎么可能有人比呢？现在改回来了，9点、10点，可以，他改了。好，就这样。"